啊，那我们要背一点唐诗，只会一首啦。然后说床前明月疑是地上，举头望明低头思故。三头三头，爸爸叫做刘亮。妈妈叫做赵小九，哥哥叫做刘子，爸爸叫做刘亮九，这是句尾王，就什么都可以接。一岁七个月，点点宝宝语言天赋佳，句尾王会背唐诗，懂接八个。这个创投平台，我觉得要很谢谢小小支持啦，因为现在全家经济支柱都是他。所以我可以做一些有理想的事情，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七年了，真的谢谢他。刘亮做大方说自己是靠老婆赵小乔的 YT 收益养，他推动的金斗云创剧本创投平台五号举行春酒，当他忙着发表时，一旁的赵小乔和点点宝宝超抢戏。爸爸也用麦克风，爸爸叫去扁别人。爸爸打。他会十二生肖。对呀、啊。哇，这么厉害！爸爸要数。好，谢谢。数，还要看他什么星座。虎。贝巴屁的弟弟叫什么？要叫一句。那我们要背一点唐诗，只会一首啦。然后说床前明月。疑是地上，举头望明低头思故。三头三头，爸爸叫做刘亮。妈妈叫做赵小九，哥哥叫做刘子，爸爸叫做刘亮九。这是句尾王，就什么都可以接。是说真的，我觉得还是每个小孩不一样啦。像我们家，他其实就是，爬走其实都慢一点。对，那我们家其实是一直到了一岁三个月才算真的会走路。对，所以每个小孩不一样，因为我不希望我分享之前，然后人家就觉得压力很大，就说，你垮，他小孩可以这样。对，但我们家好像对语言好像他比较。敏感吧，因为他讲话比走路还要快。对，没错。像斗哥接下来他三月七号要去意大利拍一个电影，对，然后我就要带宝宝一起去，所以我觉得是很大的挑战，就是有开心，但是也是很大的挑战，因为如果他去拍戏，那我真的只剩我跟他两个人在意大利。目前我带他飞过了北京，是飞快三个小时嘛，然后还有杭州，才要飞一个多小时。都还好，所以我觉得他上飞机应该蛮好睡吧。妈妈，谢谢大家来，谢谢辛苦。对啊，你瘦了。爸爸，刚刚对，然后刚刚也有跟大家讲，就是打呼噜这样的声音。哦、OK， 好，有示范。没有，就是那没有那个，那钱是真的，就是我们实际面上来讲，对，就快没钱了。